就缺您的。哎，我缺您的，这是。哎呦，我怎么见？是吗？哎，你好。哎，这个见过吗？是我们老家西地的司令。版的这个您给我签一什么书啊？林彪文集。哦，这是他们那个香港出的，您帮我签一个。海军他们出的。不是香港的人吧？我认识这个作者。哦，这个还算客观一点吧，比那个书影写的是不是好一点？那我们出的比这个好。比这还好啊。啊，出了吗？出了。啊，我一会儿给你一本。行，我们那个叫林彪军事文学。哦，他这个都是一帮小孩啊，根本不懂。您得说句话，要不然人家把你的声音都压去了。对，那个书卖烂了，已经那个书云的那本书已经卖烂了，而且打了你的名字，关键是还有一个那个叫刘什么的，原来军解放军文艺的一个老头，他考验书云，我就采访过，叫刘家驹，刘家驹，他说最早是那个他帮着去那个书云说跑河南去找过您，对，他老打着你的名字。老杨说了，我还认识，说这个肯定是假的。原来是总政门诊部的，是谁呀？书云。但是他内容，但是他影响他的内容是真的。内容是真的，但是没经过我们。他把原来一些我们写的东西。他现在也拍那个《朴树实录》，他自己拿一个，也是一个老太太了，拉着一个那个拉杆箱，里边放着一摄像机。然后他你要再不说话，他有多，人家以为他是专家了。他是研究林总的专家了。专家现在很多，慢慢都会出来。啊，但是您在啊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哎，您恐怕得在某一个合适的时候。您得发声了，您得发声了，您得发声。您要发声，哪怕你让老鸭子给你发一条微博或者什么东西，哪个他就知道哪个是，至少你应该看哪个，你别把人家引到沟里去。内容是真的啊，现在还只有他。但是他给你东拉西扯呀，他给你联想啊，而且涉及好多人呢。本来就是设计这个。您要是那个，事实就是这样。您要有时间，跟那个 VTV 军事频道完整的，您忘了咱们在张开元家吃过两回饭了，在张开元家嘛。不是那个什么台呀、啊、？VTV 七啊，解放军频道。中央台军事频道。是不是那个姓黄啊？不是他老邓。喂。我不姓黄、啊。有一个姓黄是中央台。你赶紧到现场来，到现场找我，我在一号桌。那是新华社军分社的。啊，对对对。我们是中央台军事部。我儿子马上来。军事部的。军事部。你还在台里？在，现役大校。我那你在对，在张开元家跟您聊半天，您忘了？我记得那个姓黄的。那不是姓黄的，他是姓邓的，南京原来那个他。南京区的。南京军区的。对对对，想起来了。开车了吧？啊，对，那天我开的是开一个大悍马车。快过跑那边去。